追星更愉快，就在新饭团。团长超级尬，就等你问话。超级新饭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俊涛，我是张一豪。然后下面是我们团长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环节，就是塑料兄弟脸。然后挑一个你们圈中的好友发一个微信。你们有同一个人发吗？那万一只回了其中一个人，没有回另外一个人？那不知道。你管我。那我们下面就到了我们的采访环节，各自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在《哦我的皇帝陛下》里的新歌。会不会爱上他？不会爱上他。会不会爱上他？不会爱上他。哎，愿我跟随你在两个世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快歌和慢歌，自己最喜欢哪种曲风？都喜欢，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都好听是吗？好听就是。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哪种？不适合，所以觉得是全能是吧？那涛涛在现在发出来的这么多歌里面，个人最喜欢哪一首？肯定是才发的他呀。那写的这三首 OST 自己最喜欢哪一首？他们三个就像我的生的孩子一样，就是我不偏袒任何一首歌。涛涛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规划？民谣电子，对，我带我的规划就是民谣电子，知道吧？就是没听过吗？民谣电子。张氏情歌已经被盖章认证，他这么会写情歌，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情经历吗？哎呀，那你看。哎呦，那你看，能写出安全感的人，情感会少吗？我的安全感，你在哪？之前在节目里，张老师有说涛涛会让你特别有安全感，然后会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世界，你是怎么评价廖俊涛？官方先官方的，先是我最擅长。哎呦，你连这都你擅长，那涛涛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会把自己的信仰融入到创作当中，然后给大家带来有信仰的作品。官方说爱百慕。好的，我们先换一下。那廖涛觉得张一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，其实就真的他的才华，就是说句实话，因为他展示的机会太少了，他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展示。真的，他是一个真的很有才的一个人。非常好，涛涛觉得自己的头真的很大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在第一季里找得出比我大的，我就把名字倒着写过来。说王一生，下一季绝对也没有特别大的，就是整个娱乐圈里找一下，头比廖俊涛大的，你去搜索一下，不得。涛涛微博上发的乐手的自我修养上了今日最佳自费。就是大家看到很多乐手在台上啊，就闭着眼睛在那里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我想跟他解释这个事情而已，就是说享受嘛。粉丝为你们做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？我觉得我的粉丝做过印象令我最深的一件事，就是每次巡演结束之后，他们都会去养老院给我送东西，我觉得是我最感动、特别棒的粉丝。就还是喜庆吧，因为感觉因为我看戏本来就很困难，所以我就一行一行的看，你跟他们就是。他们会通过一些很表面的，就是看到的东西，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我。收到过粉丝送给你的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说最特别的就是没有在里面放你们的照片，这没有，这个也太特别了。没有，我那个我粉丝放二维码，然后就微信二维码。那我们先说你们自己的 idol 是谁？王。那如果说就是你们见到他们有机会合作的话，你们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对天下安全感。好好呢。先扇我一巴掌看是不是真的，要他亲自打。先主持人本人，对，先扇我一巴掌。先扇我一巴掌。哎呦不错。后面有什么工作安排可以跟粉丝们说一说吗？后面还有可能会拍一些，去客串一部剧。1到10分给自己的颜值打分。给你打分，你给我打分吗？也行啊。哇，谁先来呀？打个一二，那就我先。那你先给我打呗。哎呀，涛涛我是9.5。哦，你打好几个是10。那最后通过团长的镜头对你们的粉丝说几句话吧，就一个一个来啊。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，然后今年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是惊喜，一定是惊喜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期待，爱你们。已经搞得我怎么办？我不模仿你，感觉我就很没礼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爱我的人，谢谢你们，就是特别是这些一直关注我的动态的，守着我的微博。我会常上线的，因为我上线的就是有发东西，对，冒泡的过后就会发东西，要不就去群里面看一下的。然后后面呢，我也有惊喜哦。刚刚在采访开始之前，然后团长有 Q 二位给自己的朋友发微信，然后里面没有跟我说你们给谁发，然后中途我也没有听到手机响。我们的新朋友燕许佳，他发了三个狗的表情，然后他说在等，我问他在干嘛，他说在等采访，在我刚刚剪头发的地方。
然后我就是他先给我回的话，他给我发了我就发个没，他问我你们溜了，我说没有，然后我就等他回我，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团长大揭秘，然后想看看两位小哥哥的包里日常都带了什么东西，其实粉丝还挺好奇的。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刚刚场上用到的场上的效果器，一些小零件要用到吉他的时候带这个，然后鞋要自己带。当当当当！哦，不能广告词，不能背嗓子，好不好？差不多了，没有东西。你平时会经常背包的人吗？也不是经常背包的人，眼镜、钱包，为什么带钱包？口罩，钱包一直放在家里，还有耳机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要不就帮粉丝谋个福利吧，就看今天就从小哥的包里面就帮他搜刮一些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东西，看你们就选一个送给粉丝吧。那我能送的也就这个了，谢谢店长。赖涛是为粉丝准备一个他日常包里带的一个润喉糖，那我们刚才好像有什么想要送给粉丝的？我就送一个我随身携带好多年的一个拨片，这个拨片是那个一个纪念版，是 Beatles， 有一次我在上海他们一个展然后买的，一直不舍得用，专业的那个手势看一下是吧。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张一豪和赖涛接受《团长超级咖》的采访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们在我的皇帝陛下里面的几首歌曲，然后也希望两个小哥哥以后越来越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如果说有一部非常好的戏找你们俩演，然后这里面让你们跳舞，你们会跳吗？啊，跳啊，只要你片酬。听见没，导演，你找我去拍戏，让我跳舞，只要你拍得下去，我就去。会考虑给自己的粉丝们写歌吗？我在现在在写。可以唱吗？可以用四川话来说一段 rap。对不对？爱上我，不对爱上我，对不对？不对爱上我，不对爱上我。